后今天也特别那个高兴吧，正好碰到了咱那个公公和顺顺那个过11周岁的生日，整体感觉这个整个那个活动氛围啊就特别好，然后刚才也看到这两个熊猫，然后那个也特别的可爱，肥嘟嘟的，然后也希望吧，公公顺顺以后身体健康，然后健康茁壮的成长。2018年12月看到现在，就是一个是他们整个体型上体重上一个成长，就是长到现在很壮硕，很高大。现在的话他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性格上面，他们现在很活泼，